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我们的钢琴弹唱课和大家见面的时间了，我是主持人小周，我们有很多朋友都熟悉了啊，那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新朋友又来了，今天我看到我们的已经是将近70人已经来到我们的课堂上了啊，谢谢啊，我们的朋友们，老朋友都在问我好啊，大家好，好的。那么今天呢是钢琴弹唱课啊，那今天我们还是呢由我们的这个南希老师啊给大家讲课啊，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南希老师上次还留了好多作业啊，不知道朋友们今天啊都预习了没有，而且做作业了没有啊？一会儿南希老师可能还要再回放一下啊，再了解一下我们做作业的情况。好的，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提两点要求啊，一个呢就是特别是新朋友啊，来的新朋友，请你们一定要注意啊，把你们的名字啊改一下啊，争取把我的名字不要用一些符号啊，最好能够实名实姓啊，或者呢起一个名字，英文、中文都可以啊，因为便于我们老师了解您、认识您啊，因为我们的课后呢还有互动啊，互动的时候南希老师会叫您的名字的啊。好的，这是一个。第二个要求呢，还是希望我们在听课的时候，一个是要认真的听啊，一个要安静。那安静呢，就是把你自己的麦克风啊，把你的麦要关掉啊，因为家里人说话呀，还有你不由自主的可能弹琴了，都会影响我们课堂的效果。所以希望我们能够遵守啊，这两条要求其实也不难，是吧？好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个平台啊，每天都有我们的活动内容啊，丰富多彩的。那么我们的组织机构呢，我想还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的组织机构呢是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啊，这个协会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特别是经常参加我们活动的朋友们啊，这个很多的朋友们都非常了解。那加拿大这个妇女互助协会呢是新成立的华人组织，是非盈利的。那么它是为了促进团结互助啊，自强自立啊，更好地融入加拿大社会，为我们新一代的移民啊、二代移民啊进行服务。同时呢，把协会呢要打造成华人互助互爱的这个平台，让大家能够健康、幸福、快乐的生活，参加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啊，提高我们的素养。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课老师呢是南希老师，那南希老师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啊，他是具有28年钢琴教学经验的老师，而且呢在教课当中啊，他非常的有经验啊，因为他也是曾经获得过很多大奖，特别是他获得过多元文化交流演出的杰出贡献奖啊，在加拿大呢也是很多人都知道他。啊，关键是我们的南希老师啊，讲课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细致，而且非常的耐心啊，我们都有体会了啊。所以呢，我们成人学习呢，本身呢学钢琴，就很多人啊都有点觉得嫌麻烦呀，或者觉得自己学不好啊，心里没有底呀，等等。但是经过南希老师的课以后呢，都有了信心了，自信心很强。而且能够边弹边唱啊，这是我们课堂的一大特点。好多人呢在学钢琴的时候啊，老是认为自己是业余的啊，不是专业。实际上我们在学的当中啊，不能抱着这种业余的心态啊，老是想自己反正走不了专业了，随随便便学学就可以了。但是呢，你们不知道啊，如果是这种心态呢？刚一开始就以错误的方法去弹奏这个钢琴，最后就会养成错误的弹奏习惯，技术始终呢无法提高，还容易出现一些比如手腕酸痛啊，或者指法不正确呀、手型不正确啊等等这些毛病。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有细心啊，业余呀、不意味着不正规、不专业、不规范，业余指的是。不以这门技术作为谋生的手段，但是呢，他是要进行抱着正确的专业的态度去学习去进行的，哪怕我们将来啊，不能干专业，而且我们也很难弹出一首完整的大曲子，但是最起码要把简单的曲子和一些个准确规定的动作啊，特别是弹的正规
弹的规范，所以呢，这个就要求我们要做到。那弹钢琴的时候呢，好多人呢都特别着急，我不知道在练习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想法啊，就是老是觉得哎呀自己怎么这么慢呢，这么笨呢，怎么学不好啊，所以老产生急躁的情绪。其实不要这样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要熟悉弹钢琴的一些个规则啊。谢谢啊，谢谢我们的朋友啊，还在给我点评啊，说我说的好。其实我也是从你们跟你们一样是边学边悟出来的啊，因为这门钢琴呢确实很难，可是呢如果要是认真的坚持学下来，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收获的啊。这个而且乐理呢是基础，所以呢我们必须熟练的掌握啊乐理知识，比如说五线谱啊，谱号啊，音符啊，它的名称啊，还音符的时值啊，啊等等，还有包括附点、唱名、音名这些小我们的南希老师啊，都给大家讲了啊，非常的清楚。但是这些呢，什么休止符啊、附点休止符啊等等，这些呢一定要记住，因为你平时记的时候能记住，但是弹奏的时候如果你要忘了的话，等于就没有学好，是吧？所以平时呢一定要用脑子记，同时呢手要认真的练习。而且呢规范的这种姿势也非常的重要，像手型啊还有这个弹琴的方法。另外老师教给我们就边弹边唱很不容易啊，我跟好多朋友都说了，我说我们在学边弹边唱的弹钢琴，他们很多人都非常惊讶，说这个太难了啊。好的，那么我们呢虽然说有很多毛病啊，有的朋友已经打短信说有毛病啊，没关系的，出现问题没关系，是吧？我们呢慢慢学慢慢纠正，我想一定会有收获啊。好的，那我想今天啊，刚才老师说了要学那个新的五线谱，新的那个歌谱啊，汤普森啊，新的那个教材啊，所以我们大家要把这新的教材准备好，可能要学习第四页第五页的内容，我们不知道预习了没有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除了刚才那两点要求，我们在这个想听课的朋友们啊，如果进不来，因为我们有那个100人的限制，如果进不来也不用着急啊，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一会儿我们还要公布一个号码啊。另外呢还可以呢这个通过 YouTube 来进行进来以后能够听。还有呢我们要进群呢，到时候我们会公布一个码，然后扫码，大家扫码进群，进群以后呢老师呢会给你进行辅导的，有什么问题啊都不用着急，在群里头就可以交流。嗯，好的，记住我们的 Zoom 号啊是 318-763-4077， 密码呢是 CCWAA2020 啊，记住我们的 Zoom 的这个号码和密码。好的，南希老师是不是已经到了啊，我看看啊。南希老师你好。哦，现在我们参加活动的已经都92个人了啊。如果其他朋友再不抓紧进来，到100人的时候就又进不来了，该着急了是吧。我今天看有好多朋友啊特别早就站上位了啊。好像7点半啊，晚上7点半我看就有人进到群里来了，就已经进到我们这个屏幕里来了啊，进行等候。嗯，非常好。精神可嘉啊，早点来呢能够早点站位，另外心呢也能静下来啊，回忆一下我们上次讲的课的内容，同时呢预习一下手法，活动活动啊，到时候我们就谈新的活动内容了，钢琴的这些曲子了啊。好的啊，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来请南希老师啊给大家讲今天的课程。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留在最后啊，不要中间打断南希老师啊，留在最后，最后我们会留15分钟的时间呢让南希老师和大家交流互动啊，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打字，也可以通过举手啊，我们都可以呢请您来回答，请您来提出来，然后请老师来回答啊，这样呢就把您的问题啊在今天就能解决了，是吧。嗯，好的，我看看啊还有什么。南希老师您好。好的，我们再等一等啊。那咱们就还聊一聊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妇女互助协会啊确实给大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啊。对，有朋友说啊谢谢，对
对他们的鼓励，对你们的鼓励啊，其实我也在鼓励自己，我也跟着学呢啊，咱们大家共同的来努力啊。我们互助协会呢，就是每周一到日都有不同的内容啊，书法呀、唱歌啊、瑜伽呀啊，还有这个怎么做美食啊啊等等，非常的好。大家关注我们群里发的一些通知和八月份的计划，八月份的计划都写得很清楚了，讲什么内容啊，哪个老师讲，我们的这个杰西卡老师非常耐心细致的已经编排出来了。而且公布在我们的群里头，大家呢可以浏览一下。好的，南希老师您好。好的，南希老师特别忙啊，因为他要赶课，他把上次上边的课讲完，然后再赶到咱们的课堂上来啊，非常的辛苦。好的，我想呢，这个其实我们成人啊，学钢琴啊，有成人的优势，不像孩子是吧，因为他们孩子呢坐不住是吧，没有耐力，而且呢害怕孤独，老希望能够老师啊家长啊能够陪着他呀，或者是那个说教着进行学习。而我们的成人呢就特别容易专注是吧，能够耐得住寂寞，而且呢能够坐下来啊细细的品味和练习。但我知道啊，肯定家里有很多的家务事啊，照顾孩子啊，做饭呀、买东西啊，很多的杂物事啊，没有时间坐下来，这样呢就是影响我们的练琴啊。实际上我们每天里暂时放下手中的这些活是吧，永远也干不完，那我们一定要抽出点时间来进行练琴，每天摸一摸练一练，肯定就熟能生巧，越来越好了是吧。好多同朋友呢，老师听完课以后就给扔一边了，教材扔一边了，也不练，就等着听这课呢，那肯定不行是吧，你不练习的话，再棒的老师教你也不行，还得靠自己努力。好的，看看我们的朋友啊，都已经，我看来了多少人了，已经是现在99个人了啊，已经99个的学生已经来了啊，哎呦，大家非常的积极啊，马上就要满员了啊，如果还想听的朋友们啊，还得用别的办法进来。那今天来了很多新朋友啊，新朋友呢你们不要着急，一个是把你们名字改过来啊，改成你们的名字以后呢，大家便于老师记忆和叫你们回答问题啊。另外呢就是可以进群，到时候我们会公布这个码的话，你们扫码然后进群好吧，到时候进群以后呢我们的老师呢会回答你们的问题。谢谢啊，非常好啊，谢谢大家的鼓励啊。对，我们每次其实每天这个主持啊也非常好啊，能跟大家交流我也很高兴。好的，谢谢大家啊。南希老师来了啊，南希老师你好。谢谢谢谢，讲得好，你们爱听不嫌我啰嗦就很好了啊，因为咱们这个时间呢是等待老师的时候，所以呢我们随便聊一聊，当然了也是围绕着我们弹钢琴的话题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体会呢，也可以啊通过我们的群里的进行交流啊，也可以提问我，到时候我能懂的呢我一定跟你们解答，如果不懂的我也去请教老师啊。好的，南希老师您好。上次啊在讲课的时候呢，之前我就跟大家说了，我们成人呢一定要记住三点啊。一个呢是不能急躁，这就指着心态啊，要静下心来，要踏实，不要抢速度啊。再一个，练习的内容呢要安排合理，每天先练什么后练什么呀，自己要定一个小计划，然后再练我们老师的作业，要把作业谈好啊。现在有的朋友就特别棒，把谈好的作业呢都发到群里头，让南希老师抽空来听啊，非常主动。还有就在学琴的时候呢，把视频都打开啊，让南希老师看到你在弹琴，看到你的指法，看到你的手法，这样就非常好是吧。还有呢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曲目练习，那当然现在我们有教材，按照教材来进行练习就可以了啊。但是呢最后一条还是一定要多练啊，日复一日的啊，要坚持啊，这样才能够学会啊。怎么进妇女学会群？好的，
那待一会儿我们的杰西卡老师呢，会给大家发一个联系方式啊，到时候我们扫码就能够进我们的群了。嗯，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呢，也关注一下啊，我们的群里头经常发一些通知啊。如果你们需要进群呀，提一些问题和建议呀，或者想听什么呀，或者听后有什么感受啊，都可以在群里头发出你们的意见，我们都会看到的。嗯，好的，南希老师。嗯，南希老师还没有到啊，没关系。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就我们的活动开始之前，我已经听到有的朋友啊，在谈上次留的作业，哎，真的谈得很好啊，很流畅。他可能忘了关话筒，没想到我们都听到了哈。我们好多那个新来的，就是提前来的啊，这些学员们都已经听到了他弹奏的这个作业，弹得非常好啊，很感谢。好的啊，可以加微信号啊。刚才啊，我们南希老师请您再打一遍，我没有看到。嗯，好的。那大家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呢，到时候问南希老师啊。我们最后呢，南希老师都非常的这个耐心等着大家，所以呢，大家有问题啊，尽量的简短清楚，而且在问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抢先回答，因为就这么点时间，如果您不赶紧说的话，我们都等着您，这样把时间就浪费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就是会听课的老师、会听课的学生啊，都是一个是会听课，就是真正南希老师声音打开哦，我看看啊，杰西卡老师也打开一下。好的，哦哦，现在可以了，我叫了很久。哦、好的，好的。哎呀，对不起，南希老师，我刚刚看到。啊，没事没事没事，好，辛苦您，辛苦。好的，下面就开始您的讲课吧。好的，亲爱的小伙伴啊，那我们现在呢，终于来到了每周星期三的晚上的这个我们的学习时间了。现在呢，我已经开了两个 channel 给大家，如果100个人满了的话呢，请大家进2520那个班长啊，霍星记得啊。如果看到群里面超过100人的话，啊，超过100人的话呢，就进25206218164到群里面叫大家进另外一个 channel， 我现在已经是打开了的，所以100人之后的可以进25206218164，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好，那我们上一节课啊，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有没有进来的？超过100的。啊，超过100就252062、252062118164啊。好，那我们呢，首先是我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啊，就是刚才小周已经给大家讲了很多很多关于我们这个群，我们这个学习的小伙伴们呢，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我说的热情高涨。这个星期有很多小伙伴来到念希老师这里呢，来领书啊，他们订了书，买了书，所有的小伙伴都是非常积极。那到时啊，我们已经开始，这个班已经开始有陆陆续续有3-4个小伙伴已经交作业了啊，所以呢，交作业的小伙伴们，我们给他点赞，因为他们很努力的把自己作品给大家分享，所以请大家积极努力啊。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了第二册。今天晚上我会公布还有几个小伙伴没有领书的，到时候由那个霍星给大家发一下名单。那我们上一周学习的是第二册，大家看啊，第二册第一条，请大家翻到第二册的第一条。上一次我们整个的第一个，我们讲的第一个环节是把第一册里面所有的啊，我们第一册里面所有的什么呢？音符全部学了一遍。啊，那我们现在学了一遍之后，现在大家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学了有4种音符和相对应的三种休止符号，4种音符和相对应的休止符号。那么这个理念，请大家呢不是说背出来，而是要明白一个音的长度
能够唱四拍就会有停四拍的这个符号跟它相对应，所以大家要明白 notes 就是我们讲的符号，是表达音的长短的符号，就是我们说的全音符、四分音符、二分音符、附点二分音符，大家记住啊，这叫音符。如果你们买的是这次从我这里订的那个小伙伴用的都是英文版的，那么英文版的上面写的都是 note， 那么就是音符的意思啊，请大家慢慢的用笔可以写上啊。那我在分解给大家的时候就会带着大家走啊，带着大家走，记住有多长的音符就会有跟它相对应的休止符。那么休止符就是什么意思呢？休止符就是说我这个音唱四拍，那我还有一个地方停四拍或者停三拍，那么就是相对应的休止符号。两拍的和两拍的停，两拍的延长，两拍的停，一拍的长，一拍的停，它们是对应着的。所以小伙伴们在记的时候啊，不要单独的死记硬背，我们是横向的联系，把音符跟休止符呢联系起来记，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第二点，我们在第一次里面，大家还要一定要记住我们学习到的有啊，除了单音符以外，我们还学了一个很特别的两个音在一起的，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两个音在一起的叫什么？就是两个音在一起一起弹，啊，两个或两个音以上一起弹，我们叫什么呢？看看有没有小伙伴能记住，有没有小伙伴能记住两个音以上的叫什么？笑和弦。对了啊，我们刚刚回答对的是云啊，是云啊，对，两个音以上。那我们在第一册里面其实已经学到了哪两个音在一起的，发嗦这两个音，对啊，赵晨说的是和弦。那么发嗦这两个音哦，记住哦，发和嗦这两个指头是最困难的两个指头，它们挨在一起弹奏发嗦。这个呢是和弦里最小的单位啊，因为他们两个挨在一起。上一次我跟大家复习过，在我们的乐理里面啊，就是最小的和弦叫几度？几度？二度。对了啊，他们挨在一起叫二度，最短的距离是二度啊。那么我再问大家一下，看一下啊。哆咪，哆咪是几度？看看哪个小伙伴知道，哆咪是几度？三度，一百分。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大家能够懂的话，请你们把手放在琴键上，去找我说的音啊，去找我说的音。首先是看我举的是哪只手啊，现在我是右手。高音符号的右手，这是要看你们综合能力。For 一到 A， 赶快看一下你的键，一到 A 是几度？赶快到琴上哦！我告诉你们，我教的东西是很活的，我不会教死的。大家明白看懂没有啊？我是教活的，不会教死的，就看看你们知道。如果学懂了的话请回答我，我讲的是什么，你们自己听一下就知道了。一到 A 是什么？哎，看一下一到 A 是什么。赵晨说对了，赵晨说对了啊。好的，我现在打了一个光灯，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啊，这样你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对，好，那么是四度关系，大家明白啊，是四度的，特别棒。好，这说明你们学会了呀，说明你们学会了，特别棒啊。我先把这个灯调一下，看看哪个光线更适合你们。
哎，这样子比较好。好，这样比较亮。好的，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请看我的手，是左手，我现在是左手啊，左手。For 鸡倒 C， 鸡倒 C， 左手的鸡倒 C， 看一下你们能不能够回答出来，左手的鸡倒 C。建平答对，雷答对，霍星答对，申进娟也全部答对啊。鸡，如果你学得很扎实的小伙伴啊，这是 C， 左手，这是左手啊。C， 这是鸡，第四个指头是鸡。Sol La Ti Do， 四度。对了，好，你看这样子回答，你看你们，我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们之前的课本里好像没有出现，但实际上我教过这些东西，这就叫灵活的学，活学活用。如果你能够真正的听懂了上课那些老师的课，你这些问题是非常非常容易答对的。好了，那我们等于把第一册的内容都学了一遍。其实第一册的内容主要学到了右手的 C 手位一到鸡的都到鸡之内的五度关系的所有的音。哆嗦是五度，哆发是四度，哆咪是三度，哆瑞是二度。那么左手呢，是以 F 五指的这个 F 放上去，叫 F 手位，发到 C 之间也是五度之内的音。这个是我们把这个内容加进去的啊，我来告诉大家了。好，那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到第二册的第一课。上一节课我们学的是上学的日子，那么如果你能够开你的摄像头的话啊，最好是请大家把摄像头呢对准啊，对，对准这个你们的镜头。好，特别棒啊，我看到已经看到很多小伙伴了啊， Jessie 啊，镜头特别好。准确的讲，你们下次调整镜头应该在你侧面的再高一个角度，这样子呢我们看到你的手就不是平行的，你们看我的手是看到由下而上，所以看得到很清楚，也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啊，就是由下而上的来看到，我们调整一下。对，你们能看清楚的啊。好，来，这样看得很清楚，非常非常清楚，把这个镜头再拉好一点给你们。好，开始了啊，如果你们能跟我一起做那太棒了。 F 手位加 C 手位，你们把声音关掉跟着我一起来，有一个要求是必须的，眼睛时刻看着你的谱子，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看手啊！我再讲一遍，不要偷懒，不要去看你的手。我再讲一遍，我们现在要学会盲弹，盲弹就是一定要看你的五线谱，不许，对，好，准备，好了吗？好，我来数一个四拍 ，1, 2, 3, 4。是少和吗？少胡，我听看见你了，但是呢，你的没有弹，你只是把镜头打开了，好吧？那你们再跟我弹一遍，把手放上去，
眼睛不要看我。哎，孙桂芳，对了，孙桂芳，你的镜头对着，不要对脸，对手啊。像杰西一样，像霍星他们都是把镜头对着手就能看到你。好，来，再来一遍，速度很慢，不着急啊，咱们不着急，慢慢的。眼睛养成习惯是这样子的，不要这样子。我再讲一遍，眼睛不要看这里，眼睛要看这里啊，用你的心去控制你的手。再讲一遍，我们学钢琴很像电脑盲打的感觉，你想想打电脑的时候，你的眼睛是不看你的手的，好吧，记住这个观念啊。来，准备好了吗？如果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做好准备。好，我们有一个小伙伴看不到我的琴键啊，我再给你调一下镜头。好，这样子更清楚了啊，看看是不是能看到啊，看看我的手能不能看到。哎，看到了，很清楚，非常棒。现在来看一下啊，好，来数一个四拍，我再讲一遍啊，把这镜头还对着，四拍。One, two, three, go. Fa, sol, la, do. 三四，三二三，来哆二。第二册的第一首，嗦发来哆来。小伙伴，有些小伙伴没有跟上啊，没有跟上，那么就说明在家里练的这个时间还不够。那么请大家哦，再花点时间，好吧？一定要花点时间啊！请大家一定要花上时间，好吗？这样子的话呢，你们才可以跟着大部队往前走啊。那么今天有没有新来的小伙伴？有的话打一个一或者是666。让我知道你们是新来的小伙伴。那么如果新来小伙伴下课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去入群，然后呢，哎，对，到群里面去要作业，那么大家还可以看回看。好，我们今天要学的，请大家翻到的是第五页啊，我们的第五页啊，有一个 Tina 啊， Tina 欢迎你啊， Tina 欢迎你啊， Tina 欢迎您啊，待会儿进群啊，别忘了进群。我们现在学的是小汤普森的啊，小汤普森的第二册。Grace 黄，欢迎您啊，我看到新伙伴 Grace 黄。那么我们现在要学的是小的，我们叫小 John Thompson 的第二册。那我们今天将学一个新的知识，在第一册已经从来没有学过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画的一个图，给大家看一下我画一个东西给大家看，稍等啊，我去拿一下笔和纸。在之前我们的第一册里面呢，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的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音符 notes， 最难把握的就是我们今天新学的这个。好，来看一下
迅速的啊，迅速的啊。还有小伙伴后面进不来的啊，我知道还有进不来的，赶快到或新到群里面跟他们吆喝一声啊。大家边看我这个镜头，你们就知道，我们现在要把所有的音符进行一个我们的迅速的记忆法，所有的哦，我们所有的 notes 就是音符啊，我们中文叫音符啊，音符。好，第一，迅速的啊。迅速的，看到啊，这是我们第一册已经学过的四种音符，看得很清楚啊，四种音符。我们今天看到第五页将学到一个新的音符，这个音符呢，在四分音符的基础上，它们长得很像，但是写法上面多了一个什么呢？多了一个尾巴。我们讲多了一个尾巴，好，四拍，这叫全音符，我们把它迅速的做出来，全音符唱四拍，这个是负的二分音符，三拍，这个是二分音符，两拍，这个呢是一拍，最后这个是多少拍？它的一半。二分之一拍也叫半拍，看懂了啊？那就是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重点，是这个符头加符杆再加符尾，这就是半拍。那你们经常看到这个单音单个的这个很少看到，你们经常可以看到呢两个这样子的啊，请大家看一下，它们的尾巴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一半边是它的尾巴，是这一半边，这一半边是它的尾巴，所以把它两个尾巴夹在一块儿了，所以这是八分音符，这个是八分音符，它们夹在一块儿，半拍加半拍就等于一个一拍，这边半拍，这边半拍啊，所以这个叫什么音符？叫八分音符。所谓的八分音符，记住是怎么来的，是把这个全音符分成八等份而来的。所以大家记住怎么来记这个音符呢？全部的，我们要记住这个，所有的音符的裂变都是从这个全音符裂变出来的。所以全音符四拍之后，二分它叫二分音符，四分它叫四分音符，八分它叫八分音符。记住了啊，所以八分音符是从全音符上裂变出来的，是八分音符是指针对哪个音的八分，是全音符的八分之一，全音符的八分之一等于半拍，记住了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重点是学这个四分音符，它一拍是这样子的，我们经常看到指挥官指挥家，我们都会拿个棒棒，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指挥棍，那么指挥乐队也好，或者是合唱团，你看指挥在前面轰隆轰隆的在那晃。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学的就是这个啊，这个很重要的一拍是下去半拍上来一拍，叫一拍。所以全音符呢就是画四个勾啊，一二三四啊，我们不要老是一个方向，可以反过去正过来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是画四个勾，一二三四，这个画三个勾，这个画两个勾，这个画一个勾。再看今天学的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啊，看一下第五页的这个叫八分音符，你们看到了啊，八分音符它是两个尾巴相连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形式的，那怎么样呢？各占半拍，就一拍里有两个，那就是大大啊，那么一拍里有两个。好，那我们现在用大来形容一下，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用嘴巴念大啊，这个大这个词用这个音符来念一次，来准备啊，大二三四，再用这个音符念一次，大三拍，再用这个大两拍，大一拍，大
半拍怎么办？大，只有这么一点点哦，只有这一半哦，大。如果要是两个半拍呢，就是大大啊。如果只有一个半拍，就是大，好吧？好，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小伙伴，请你们拿出右手，请你们拿出右手来，我们拿兜，用兜来做一个示范啊，我们就拿兜，大拇指的 C 手位，右手的兜，把这五个音符啊，五个音符弹一遍啊，跟我来一遍啊，你要是能够很准确的，说明你的音符长短全部都学会了啊。来，给个速度给你们 ，1, 2, 3, go， 2, 3, 4，这是一个全音符的哆。我们再看第二个附点二分音符，是一个三拍的，2, 3，再来看二分音符的，2。第四个四分音符只有一拍，正好是下去上来，我的手下去上来的长度，最后今天这个半拍它只有下去这么那么长的时间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有没有感性的认识关于这个长短的感觉啊？那么我先分解给大家，因为我一定要比较你们才有借鉴。好，那我们今天要学的是，哎，先看一下，你们迅速的把自己的小笔记记上啊。那我们今天学的第五页的这个作品呢，先不用，我们先做笔记。这个曲子既有右手又有左手，对吗？右手跟左手交替的在使用。那么这个右手呢，请大家自己写上，因为这里第一个音是中央 C， 大家应该认得这个音啊，第一个音是中央 C， 对不对？啊，你看一下啊，第一个音是中央 C， 嗯，看到了啊，这个中央 C， 好，所以中央 C 的上面写了个一，大家千千万万不要搞错，这个一可不是哆的意思啊，这个一可是右手的第一个手指，是指法。再讲一遍，我们的五线谱书上不会让你们看到，一个哆啊，上面有个一。就是唱哆 ，no， 一定要记住，它是指法，指法，我讲一百遍啊，指法。好，那么既然中央 C 用的是一指，那么请你们自己写下来，这首作品的右手是什么手位？赶快，什么手位？写下来，留言区可以写下来，自己写啊。霍行说对了啊，孙静娟也说对了啊 ，C 手位。小薇也说是 C 手位，100分。你们现在要学会用这种思维模式和这个系统模式来学习。啊，邵虎也是说的是 C 手位，赶快写，赶快写。右手记录下来，袁也说是 C 手位，太棒了。手位决定了我们右手在琴键上的坐标，就像我们的 GPS 一样啊。大家知道，弹琴没有 GPS 你也是不行的啊。很多人是弹琴的效率很低，就是因为不懂得怎么样子来找到坐标。好了，好，我再跟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左手的第一个音是在第二小节上，第二小节这个音谁能告诉我是什么音？它是在低音谱号的这个位置上，看看谁能马上唱出这个音来。这个音唱什么？唱 so， Jessie 说是 so， 对，是五 so 啊 so， Grace 黄说是 G， 就 C 就错了，是 so。So 的话呢，是音名是什么 ？Name 是 G。冰雪说对了，是 G。好，你们再看一下它的指法是第几个指头？赶快看一下，上面写的是四啊。左手的顺序是一二三四，从大拇指开始顺，所以第四指。好，那么请你们把第四个指头放在 G 上，这样就能迅速的知道这个曲子的左手的手位一开始用的是。Perfect， 冰雪啊 ，Jessie 啊，大家都说对了，是 F 手位，写下来，笔记记好啊。右手是 C 手位，左手是 F 手位，
那么写一个曲子，首先把坐标给做出来，那就好办了。写下来了吗？好，写下来了。好，写下来之后，第二步，大家跟我来唱一下谱子。好，唱一下谱子，来唱谱啊，唱谱。注意这个谱子啊，跟我们平时的谱子不大一样哦。这个谱子是两个音是一个勾，因为它是八分音符。那我们就是像我这样子的啊，来把这个勾，这是一把勾，好吗？来跟着我啊。哆瑞咪瑞哆嗦啦哆嗦二，好，我们看第二行。哆瑞咪发嗦哆咪瑞哆提哆二。注意了啊，一拍里有两个音的，我们叫八分音符。好，很多小伙伴这个八分跟这个四分他搞不清楚的啊。那么注意这个哆一拍，它一个你画勾的时候一定要画满，下去上来才是一拍。我们再来一遍，先不管左右，把音给唱出来啊。你看我的小棍儿带着你们走啊，好了吗？好，来准备好啊，看得清楚吧？啊，哆。Ray, mi, ray, do, so, la, do, so, r. Do, ray, mi, fa, so, do, mi, ray, do, ti, do, r. 今天我们学的是八分音符，那刚才我们把音给唱出来了，现在请你们把两个手拿出来，来，先把节奏给打一下。第一小节是右手，第二小节有左手，就看看你的节奏，你的大脑能不能控制两个手。如果这个动作做不来，你们两个弹琴的时候的效率就会比较低啊。好，我们先做这个动作，来，开始上壶，我们开始做一下啊。来，准备好了吗？看我怎么做啊，嘴巴是这样念的，八分音符是半拍一个，所以我用该出手时就出手，开始是用哪只，是右，所以我嘴巴写的是这样子啊，右右右右右，左左左左二，第二行，右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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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左左二，不知道小伙伴们学会了我这个节奏了没有呢？啊，如果学会了，大家把镜头打开，再来一遍，准备好了？哎，看一下小伙伴们啊，有些小伙伴们来，你可以拿两个小棍棍，两个手这样举起来，我也能看到。哎，对 ，Jessie 特别好，两个小棍棍就能够做出来啊，拿个小棍棍做出来，好。准备啊，开始了啊，嗯，看看啊，我的两个鼓啊，一、二、三、四，右右右右右，左左左左二，右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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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左左左二，学会了吗？眼睛要快一点哦。就是你的左和右你要迅速的分配到两只手上，这个是需要花多点力气来做，然后最后才能把手套上去弹，这是 Nancy 老师教小伙伴们最好的一个秘诀，好吧，迅速的上手，不要先去弹，为了让你错少走弯路啊。最后再来一遍，这个节奏是很多人小伙伴一下子转到八分音符很难转到的，最后再来一次啊，眼睛盯着你的谱子来，眼睛盯着谱子来，One, two, go. 右右右右右左左左左二，右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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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左左二。学会了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的节奏 perfect。好，我们现在把手放上去。
把音套上去。刚开始的小伙伴呢，是可以两个手都放在上面。好，我们现在可以今天分解一下，因为这个八分音符是一个新的音符，很多小伙伴们搞不定的。那我们现在只弹一个音，小伙伴们只弹一个音，不弹任何音。那就都弹都这个音，都用大拇指弹这个音，好吧？做一下，嘴巴还是念。右右右右右左左左左左二右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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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左左左二。我刚刚弹的是一个音，但是把这个节奏弹出来了，会了吗？我们再来一遍吧。双手都放在一个 C 手位上，一个 F 手位上，但是我们现在模拟弹节奏。都用一个字，都用 C 这个音，好，好了吗？眼睛看着你的谱子，按刚才的那个左左左右的那个方式出手啊。现在只用大拇指一个音，只弹一个音，好吧？看看你能不能迅速的反应在两个手上。One, two, three, one, one， 只有两拍啊，我们就是 one, two, go， 右右右右右左。左左左二，右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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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左左二。如果这个节奏你能够按照 Nancy 老师刚刚教你的这个看似很笨的方法，但是它是很科学又非常的精准的一个方式来练的话，我相信你们练琴的时候效率会非常高，很少会走弯路，很少会这个作业来来回回的去反复的去修正，不会走弯路，好吗？好，那我们最后把音套上去，放慢一倍的速度啊，一、二、一、二，哆来咪来哆嗦。拉哆嗦二，哆来咪发嗦哆咪来哆提哆二。刚才这边我用了特别慢的速度教大家啊，特别慢的速度，你学会八分音符了吗？八分音符是一拍里面两。各音，一拍里面两个音，在第二小节里面一个哆，哆一定要够。大部分的小伙伴在学这一条的时候，眼睛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他就弹不好，因为八分音符的长度跟四分音符的长度他控制不了，所以今天 Nancy 老师把它掰碎了、捏碎了给大家去分析和分享啊。好，我们再来一遍，用最慢最慢的速度带大家弹。一个 C 手位加一个 F 手位。哎，手放好，上虎。好，来。One, two, 开始。哆来咪来哆嗦啦哆嗦。二，哆来咪发嗦哆咪来哆提哆二。好，那我们今天这首八分音符的曲子啊，新曲子就教到这里。这里要讲解的是八分音符跟四分音符跟全音符的概念都不一样。这是一个新的突破。所以我把它放得特别慢特别细，就是让大家在一开始的过程中就不犯错误，少走弯路。那么还有一点是，很多小伙伴在弹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第一是手型不够远，好，今天要讲到手型的问题，手型不够远，弹着弹着它就瘪了，就成这样，像个爪子似的，像个爪子一样的啊。第二呢，他的手指会翘来翘去的。第三，他的手指的第一关节呢
会容易塌陷，我们讲的就会撇纸吧。我们经常用，通俗来讲会撇纸啊，很多人叫撇纸啊。那我们再讲一下，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啊，教大家一个非常容易记住的方式，来保持手型。第一，就是我们给自己做 massage 的时候，双手靠在你的头上。哎，你看，双手从两边扣上去。你想做 massage 的时候，肯定是这样子的吧？你不会这样子的，你一定会这样子的。哎，挠痒痒。对了，我上次讲过挠痒痒，要这样你才挠得了痒痒。你挠痒痒是这样抠吧的，抠抠抠。对，你看这样子的啊，记住这样子的，哎，这样子的，然后把它放到琴上。脑子里面要有这个挠痒痒的概念之后，你的手就一直都是这样子了，啊，这是特别要强调挠痒痒的手型，啊，它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啊，你的概念也要有。第二，到现在为止啊，我们每一个音啊，跟音之间它是分离的，分离的，请记住我今天这个重要的话，音跟音之间是分离的，所以不要连起来弹，啊，不要连起来弹，不要连起来弹。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大家看到我的每一个音都是分离的，所以每个音都是弹手的。虽然这首作品是一个8分音符，我刚刚把它放慢了弹，即使呢你们练熟了加快，我也是弹手的。啊，今天我再演奏一个稍微快一点的版本，但是大家不一定要马上按这个版本做，还是按慢版本去做是最好的。先来一遍慢的，你们再看一遍快一点的，那么这有个对比啊。One, two, do re mi re do so la do so two。哆来咪发嗦哆咪来哆提哆，这是比较慢板的。那如果弹熟了之后，真正的四分之二拍的速度是一二一二一二，那么这个速度会听起来比较快一点。那么这个一拍就已经听起来比较快。然后这个快的这个一拍里还要放2个音，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什么东西增加了呢？专业词叫做一拍里的音跟音之间的密度加大。当密度加大的时候，你的听觉上感觉是什么？是听起来很快的啊，音多呀，密集嘛，所以就会听起来快一点啊。好，我们来，这个速度是一二一二。Sorry 啊，再来一遍，一、二、一、二。那我们今天呢，正好到时间了，看懂了啊？那就是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重点是这个，扶头。加扶杆儿，再加扶尾，这是半拍。那你们经常看到这个单音单个的这个很少看到，你们经常会看到呢两个这样子的啊，请大家看一下，它们的尾巴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半边是它的尾巴，是这半边，这半边是它的尾巴，所以把它两个尾巴夹在一块儿了，所以这是8分音符。这个是8分音符，它们加在一块儿，半拍加半拍就等于一个一拍，这边半拍，这边半拍啊，所以这个叫什么音符？叫8分音符。所谓的8分音符，记住是怎么来的？是把这个全音符分成8等份而来的。所以大家记住怎么来记这个音符呢？全部的，我们要记住这个，所有的音符的裂变都是从这个全音符裂变出来的。所以全音符四拍之后。二分它叫二分音符，四分它叫四分音符，八分它叫八分音符，记住了啊。
所以八分音符是从全音符上裂变出来的，是八分音符是指针对哪个音的八分，是全音符的八分之一，全音符的八分之一等于半拍，记住了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重点是学这个四分音符，它一拍是这样子的。我们经常看到指挥官、指挥家，我们都会拿个棒棒啊，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指挥棍。那么指挥乐队也好，或者是合唱团，你看指挥在前面，哐哐哐的在那晃。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学的就是这个啊，这个很重要的一拍是下去半拍，上来一拍，叫一拍。所以全音符呢，就是画四个勾啊，一、二、三、四啊。我们不要老是一个方向，可以反过去、正过来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是画四个勾，一、二、三、四，这个画三个勾，这个画两个勾，这个画一个勾。再看今天学的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啊，看一下第五页的。这个叫八分音符，你们看到了啊？八分音符它是两个尾巴相连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形式的。那怎么样呢？各占半拍，就是一拍里有两个，那就是大大啊。那么一拍里有两个，好，那我们现在用大来形容一下，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用嘴巴念大啊，这个大这个词，用这个音符来念一次。来，准备啊！大二三四，再用这个音符念一次，大三拍，再用这个大两拍，大一拍，大半拍怎么办？大，只有这么一点点哦，只有这一半哦，大。如果要是两个半拍呢，就是大大啊，如果只有一个半拍就是大，好吧。好，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小伙伴，请你们拿出右手来，我们拿兜，用兜来做一个示范啊，我们就拿兜，大拇指的 C 手位，右手的兜，把这五个音符啊，五个音符弹一遍啊，跟我来一遍啊，你要是能够很准确的，说明你的音符长短全部都学会了啊。来，给个速度给你们 ，1, 2, 3, go， 2, 3, 4，这是一个全音符的哆。我们再看第二个附点二分音符，是一个三拍的，2, 3，再来看二分音符的，2。第四个四分音符只有一拍儿，正好是下去上来，我的手下去上来的长度。最后今天这个半拍，它只有下去这么长的时间。